今天路过篮球场，看到有女同学在给篮球队长林开拓地水，但是他就跟没看见似的就走了，我真是看不过眼了，必须揭开这个人的真面目。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？林开拓招你惹你了，你要这么害他？怎么样，看完了吧？看完了。你这个林开拓好像不是什么好学生嘛。可是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。苗苗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阿霞，我妈让我睡觉了，我挂了先，拜拜。哦，苗，我会再打给你的。嗯。快点，赶紧的。啊。欢迎光临，随便看。啊。叔叔啊，对，来了。哎呀，跌倒了，腿疼。这儿疼吗？嗯，站不起来了。哥哥给你变个魔术，你等一下。一二三。啊！哎哎呀，下次小心点啊，还有小点声。怎么了？刚刚忘了，谢谢。叔叔结账。哎。哎呀，你都年级第一了，还这么用功啊？我们家大超啊，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。二十，好，问你爸你妈好啊。嗯，好，叔叔。啊，这个，这，大超买单。啊，大超。啊。年级第一，怎么还会留级啊？守候我的心。
同学。啊？是我脸上还沾着什么东西吗？你怎么一直看我？哦，我看你是因为，我想和你借伞，但是你也要用伞，这样会你会淋湿的。我不是那种人。那你是哪种人啊？雨伞给你，反正我骑车打伞也不方便，我有雨衣。谢谢。你们了解他吗？为什么要这么说他？他明明就是个好人，非常善良，而且非常有礼貌，篮球打得很好，成绩也很好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污蔑他了。你说他是好人，证据呢？我看到他把雨伞借给没带雨伞的人。你还不如说他扶老奶奶过马路呢。只要有老奶奶想过马路，他肯定会扶的。那他有没有拾金不昧呀？捡到五毛钱交给人民警察叔叔手里呀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他肯定是个好人。他是个好人，怎么一个朋友都没有啊？谁说没有？我就很想跟他当朋友。秒，你是不是又在发神经了？